集两位嘉宾是孖生兄弟，两个个样都好似啦，唔知佢哋嘅口味又似唔似咧？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，好多嘢都唔系用钱买得到，不过攞得上嚟嘅就一定系我嘅挚爱啦。就算孖生兄弟，都唔系所有嘢都一模一样噶，唔知画家笔下嘅 Bruce 同埋我又系咩样嘅咧？敬我话外貌都是其次，最重要是坚持理想，只要肯努力，普通一支画笔都可以用来开辟自己的新天地。很多人都认为孖生的兄弟姊妹应该一模一样，样要好似样的，但是刺激都会有不似的地方的嘛。讲开这个似不似的话题，似颜绘这件事就说好像这个人像的，究竟似不似呢？我们欢迎画家 Simon。 Hello Simon 你好。 Hello。似顏繪呢樣嘢咧，其實係點樣嘅咧？同我哋一般認識嗰啲 Q 版人像畫係咪一樣噶？其實成日都俾人誤會嘅，即係好多時都係人哋以為似顏繪就係 Q 版漫畫。咁其實咧，最主要我講翻似顏繪嘅基本三個元素咯。咁就係當然要似啦，即係畫嗰個人要似翻嗰個人先啦。咁第二就係比較特別啲嘅元素，就係要誇張咯。同頭先講啲普通人像係點咧？可能佢畫得好似非常像真。但係佢冇個誇張程度咯，咁就第三個元素咧就係一個信息咯。其實畫嗰啲嘢可能你哋都有時喺雜誌啊，或者係一啲報章外國都會係一啲一啲表達啲信息啊，去可能表達個社會有啲某方面嘅意見啊咁樣咯。咁但係 Q 版漫畫嗰啲咧比較，其實佢可能未必係似咯，即係佢可能賦予嗰人個一個角色個名，咁但係可能你俾一個。假設畫咗你，咁俾一個第三者去鑑，即係去睇睇啦，咁佢會都唔太似喎，覺得，咁就變咗咧，就可能一個即係純粹 Q 版漫畫或者叫卡通漫畫咁。Bruce 同 Chris 本身有冇話畫畫咁樣噶？自己畫畫就冇乜天分嘅。OK， 但係都幾中意畫嘅。Okay. 即係細個嗰陣時咧，嗰啲一定有亂畫噶。係嗰啲細個即係嗰啲教科書咧咁樣噶嘛。嗰啲教科書都即係上堂冇嘢做，又會畫花曬教科書。Bruce 我由細到大都中意畫畫嘅。我就好中意成日攞啲玩具啊，攞啲卡通人物就跟住張紙嚟畫咯。哦，我係中意素描咁樣，即係你係素描嗰邊嘅。我唔中意有顏色嘅。即係孖仔大不同喎，兩個完全相反，一個唔中意畫畫，嗰個就好中意畫。佢唔中意極都會畫下咯，呢個係好得意嘅地方。即係唔中意，其實你應該唔使做噶嘛，但係你又會，因為係咪因為跟住 Bruce， 所以你就會即係做下咧都。上堂冇嘢做畫下，即係無聊啦，都係唔專心啦。無聊冇嘢做都係咯，無聊冇嘢做畫下。我想問阿 Simon 啊，因為好多人都話即係似顏繪，其實都唔係好清楚究竟佢嚟自邊度啦。因為講個繪字咧，好多人都以為係日本嘅，其實佢係源於邊度嘅咧？其實如果講長遠啲咯，可能其實就再遠啲，可能係可能17世紀啊、18世紀，當時歐洲咧其實已經存在嘅，其實即係大家想象唔到。咁當時已經有嗰啲畫家啦，或者藝術家。去用嗰啲畫作嚟諷刺當時嘅皇帝咧，即係佢可能啲暴政咁樣。喺近年咧，就美國係會係一個領導者咯，佢就將依樣嘢係擺個平台度啊，喺社會上多啲接觸依樣嘢，咁就係變咗一個娛樂啦。即係唔係多，即係都有仍然係有啲可能去發表文章都頭先講過都會用啦。咁但係其實佢。落咗一個民間，可能係一個 entertainment 啊，或者一啲雜誌上面一啲插圖都會用緊嘅。message 冇咁重啦，即未必用嚟諷刺人物，可能只不過可能變成一啲小玩意嘅小禮物啊，送俾或者一個 entertainment 咯，即係令人意想不到幅畫咁樣。嗱，我想問 Simon 啊，我知道你喺做呢個似顏繪畫家之前咧，你係做建築嘅，咁但係點解會突然間轉咗去一個另一個範疇咧？其實。頭先聽翻兩位嘉賓講，其實都有個原因。其實你哋都會頭先話中意畫畫，咁我自己都中意畫畫，就等於你哋頭先咁，可能喺啲功課啊，或者所有啲嗰啲文章度啊，開會或者出咗嚟社會，都會喺啲畫喺啲文件上面畫咯。咁就一路都係好中意畫畫嘅。頭先講過啦，之前建築係做建築嘅，咁可能神嘅安排咧，有個啱啱有個小手術，甲狀腺，咁就做咗小手術。咁從此休息下，咁從此就諗下，嗰一點就諗下，
即係最老土嗰啲啦，即係生命咁短啊，有少少警號咁，做翻啲自己真係中意做嘅嘢，咁就其實都係當時嚟講都係試一試咯，想。咁你係要學啊，定係你係純粹係靠自己慢慢練習㗎？學一個短嘅課程，咁頭先講過啱嘅，即係冇呢樣嘢冇話一學就會好似即刻會。整個蛋糕上手咁，其實之後就要慢慢繼續去自己去練習咁樣。我見到嗰邊咧就有一幅我哋嘅我同 Jacqueline 嘅似顏繪喺嗰邊啦。咁其實你係用咗啲咩元素？即係你揾到我哋啲咩特點嚟畫嘅咧？其實可以順便解釋埋一個似顏繪嘅基本嘅理論啦。其實就你幻想下自己好似一個氣球咁咯，反而咁就可能你可能好多一般人都會覺得誇張邊？咁其實佢哋就忽略咗一點，就係我哋要誇張咗一個部分，就好似氣球咁，你撳扁一度，佢就會有一定，係啦，冇錯。咁其實個 volume 係一樣，個體積一樣，咁變咗咧，可能個面嗰度我會放闊咗，咁但係個可能喺個頭部咧就會收窄翻。咁另外亦都係個人有別於少少其他畫畫嘅技巧，就係我哋會好攞個形狀。咁兩位女主持個形狀都係嗰個面都係一個心形嘅，所以個即係會一個心形，即係個心形去做一個構圖咯。咁另外就可能兩位主持笑嗰陣時嗰個牙齒都係個幾係佢嘅 trademark， 所以我都利用咗。我見到好大對兔仔牙。係啦，係啦，笑嗰陣時係有個特徵，同埋可能呢個肌肉可能都會好顯。比較顯露出嚟依嚿少少嘅嘴個肌肉。幽默啊！我哋其實咧，我哋今日就請多咗兩位嘉賓上嚟啦。咁不如咧 ，Simon 咧即場幫我哋示範點樣畫一個人像嘅似顏繪，好唔好啊？好啊 ，OK。見到阿 Simon 已經準備好啦。原來畫呢個似顏繪嘅工具係比較簡單嘅，即係一張畫紙、一支顏色筆。但係最關鍵就係，竟然我的手套咧係穿咗兩隻窿。啱啱我都問咗點解係咪專登嘅，佢話係啊，淨係愛嚟攞住嗰啲顏色筆。咁跟住其他手指就唔會太污糟嘅其他顏料啦。咁啊，見到阿 Simon 而家望住阿 Bruce 啊，即係阿 Bruce 唔需要緊張嘅，因為 Simon 話咧，你係唔需要定格咁樣俾佢畫嘅。其實你間中有少少唔同嘅面部表情咧，反而可以幫助佢捉到你一啲嘅神髓喎。同埋見到今日阿 Simon 都帶咗好多唔同佢之前嘅作品出嚟啦，咁全部都係有翻嗰個原圖喺隔離俾大家望下，究竟似唔似嘅？咁我覺得幾得意嘅，因為佢每個人咧都會捉到佢少少嘅特徵，即係可能佢會放大咗佢嘅髮型啊，放大咗佢嘅牙，放大咗佢隻眼或者佢鼻咁樣嘅。呢個係一個機械下身。但係其實咧，你睇翻嗰個人咧，佢真係拍牙咧，係咁樣嘅，係咁樣噶。所以佢 keep 翻個神髓喺度，同我哋平時認識嘅卡通 Q 版人物啊，就會唔同啲。跟住就個 Chris 啊，咁啊 ，Bruce 平時都好中意畫畫，但係你完全唔會畫呢啲嘅。唔會，呢啲太難。我係對住啲嘢嚟畫啦。但係人像咧就唔畫嘅。都有畫人。都是對住啲相啊！啊亂啲嘅喎 ，Chris 嘅頭。Simon 有冇試過喺開始咗似顏繪呢個工作之後，接觸咗到一啲比較有趣嘅事啊？哦，其實都有嘅。咁就通常都喺啲小朋友身上嘅。因為小朋友就喐身喐曬，同埋佢係即係好將佢好老實地講佢心入邊嘅説話。咁其實有時原來我都覺得有時同啲。大人解釋都需要花啲耐性去解釋究竟係咩嚟。咁但係其實原來啲小朋友咧，其實有時係唔需要我解釋，佢睇住我畫咧都已經知道，其實成個理論就等於好似我講咗一次俾佢聽，佢自己喺隔離講咗俾我聽。似顏繪係需要似啊，或者同埋要係誇張。咁其實呢個我靜心啲諗落去，原來其實小朋友都已經喺內心入面已經有一個。其實佢入面已經知道係咩嚟，但係佢冇辦法去好系統咁講出嚟嘅。咁呢個原因亦都推動我繼續去推廣嘅同埋宣傳嘅嘢。其實好多人其實內心都大概知道係咩嚟，咁但係只不過冇一個系統性去表達出嚟咁解。咁你有冇教㗎？
有嘅有嘅，即係我都有。咁有冇教小朋友啊？有嘅，啱啱開始近年都有教啲少啲嘅朋友，因為之前就少啲嘅朋友，因為之前就驚幾歲開始，因為之前就驚佢哋唔明。咁其實原來思落，原來其實最明係佢哋個班，但係因為你最簡單直接，係啊，最唔諗佢就係純粹一個影像去表達一樣嘢，原來佢哋可以反而我都有啲驚訝，點解佢會明白咧咁係咪都已經接近完成了差不多了係。兩兄弟果然係好似樣啊，所以畫出嚟咧，大部分嘅特徵都係一樣嘅喎。即係除咗髮型啦，Simon 捉到佢哋嘅髮型係好唔同之外，其他眼耳口鼻咧，一般嚟講都係似嘅，即係但係都會睇得出呢個係阿 Bruce 同 Chris 嚟嘅。Bruce 同 Chris 你自己覺得似唔似啊？睇到個分別係我塊面比較長啲啊，大啲啊，個特徵睇個鼻係高啲啊，直啲。即係自己係會比較了解自己嘅，完全即刻揾得到自己嘅大家嘅分別啊，同埋自己嘅特徵。呢個真係好明顯睇得出曬。好犀利啊嚇 ！Thank you， 今日唔該曬 Simon 上嚟介紹啲似顏繪俾我哋認識嘅，都多謝阿 Bruce 同埋 Chris 嚟傾咗咁耐。我哋個節目內容咁豐富，梗係上翻 MyTV 度重温啦。